好，好牌，我黑色你都能排除，我天哪！黄子抽的，哎，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是这个牌，但黄子抽到了，那只能是他抽到了，别人抽不到，别人抽不到，怎么样？为兄弟们谋福利，福利，谭燕，谭燕，好，开始第五轮发言了，有了，那我就继续我回三号拿线索呗。嗯，可以吗？哎，我有可能会去三号拿个线索，你看有没有其他想去的？你去五号，嗯，而且你去五号拿了之后，我们再在便利店，可以把你的那个销了，销个二号出来，对不对？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去拿瓶儿，你先拿瓶儿，你瓶子就有手。快，咱们现在就差一个瓶儿。对啊，合理，瓶就够了。 我这轮和阿普去十号合成，然后我刚刚拿到的线索是十一号，不是，十一号不是，十一号。然后这样的话，你看一、一七、啥？十二也不是。十二咋出来的？十二刚刚谁说了？十二不是。对，十二不是，十二不是。哎呀，九九的那个牌，你不是刚念他了吗？又不是一。 真得大够拆开一下，这个人。我自己的线索是啥？我自己的线索。OK，我记混。现在就剩二六十了。哇，要能把红色给排除了，我看看是不是六号呀？ 文涛，二四六十，没有说，就说四现在还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四排除没有，没有排除，没有排除。我告诉你，我的是四了，你的是四，对，我是四号，不是，二四六十不是，我四号不是，不是刚刚说了吗？没有说，就说四现在还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不是四，你们都不听他说，然后完了以后，我嗓子都哑了，文涛。 文涛喊了三遍，说四不是，然后你们说还没有排除四，你们都不听他说，不，是不是六？别，再玩吧，玩一玩，再玩吧啊！好，开始结算。 合成，合成。什么眼神？这到位，找到了。好，几号？几号？找到了。几号？二六十嘛，剩下。对，所以是谁？不会是六吧？二六十，他排除大小找到，然后。 然后你找到了，那你说是哪个呢？他排除大小，那不就六号了吗？哈哈，你在说什么？你认真的吗？他十号是下面是小，二号下面是大，排除大小，所以是二呀？为什么？两个卧底。你说的是你的线索是啥？我没听懂。大小小里面哪一个排除了就直接能锁定了，是不是排除小嘛？那就是二。哇哇哇 眼泪都哦完了，这是吴磊，绝泪之城不能流眼泪。第六轮发言，九州先发言。我说什么？我有什么好说的？修都不用修了哈，酒都响了。结束了，结束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安全屋。 并且没有被感染的人也集齐了五个空药瓶，因为房间不能停留，所以我们会在这一回合一起回到零号房间，下一回合再一起到二号房间就可以修复装置。对，我们大丁旅行团一起出去玩，兄弟们回家了，回大厅，回家包饺子了，耶！我们过年一起包饺子，给他包围，给他包围了，来。
潮流就穿 Number One， 做自己的 Number One。本节目由 Number One 潮流服饰冠名播出，上小芒更有芒果会员专享好礼。太棒了！大家呢是成功的阻止了更多眼泪的泄露，而且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现在已经发现了中间有一位被这个眼泪能量感染的人。你听，有人在哭泣。到时候别哭了，掰了哭了。我们这个装置呢，4点钟之前也会修好，但是在这之前呢，大家得去外边去找一下那个由于爆炸而散落在各处的能量石。到时候呢，我们那个开往我们璀璨宫殿的那个船也会起航。寻找能量石，在城中各处散落着10颗能量石和数个线索箱。各位居民需要找出全部的能量石，同时每位居民将配有2条彩旗，在寻找能量石的同时必须防止身上的彩旗被他人扯下，一旦彩旗被扯，那么他当前寻找到的能量石即刻归对方所有。注意，蕨类之城中被眼泪感染的居民还在不断增加，请各位一定要小心身边的人。好，找能量石去吧。先找能量石嘛。先找，开始分散一下。散开，散开，散开。寻宝这个环节一向是我不擅长的。不找，我只抢。我坐着不动了。走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哎，我们这么多人怎么着也得藏个10个8个吧。嗯，找到盒子，但里面是空的。空的。哦，哦呦，哎呦，嗯，啊，打开个口。你没事儿吧，朋友？你没事儿吧，朋友？知道盒子长啥样？寻找的这个环节其实是最简单的。那对于我而言，我认为优先去找寻能量石是第一重要的元素。这是宝石不？得试了。扑通扑通啊！哎，哦，没有，空的。空的，空的，全是空的，我的天哪！哎，哦，居然没有被看到，没有啊，没有啊！我要赶紧找到带有信息的宝箱，激活队友，为接下来争夺能量石做准备。好人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只有我。知道，其实我有3个队友。一瓶泪水可以感染一人，打开线索宝箱后即可激活眼泪感染者成为队友。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哭啊，都给我哭。怎么说，找没找到？那边那个还有一个盒子谁打开了？哪边啊？咱刚过来的时候那边有个绿盒子，打开以后是空的，好像是阿普吧，应该是。我感觉已经有人在演了。我无所谓了。那最后全部被找到会告诉你的。干脆不找了，看谁找到了就抢谁的。哎，有啊，都来了。不是，大家都能不能回放？能不能回放？回放一个，上一个，谁打开了这个？谁打开了？神药长，保持距离。神药长，要是在我打开这没有过，就是故意是个空的。啊，那肯定就故意挑起我们的矛盾，是这意思。
一点不是，别让围着很危险。你就对一点一点挪，你挪到最后这块是不是有没有打开的这一瞬间啊？有有有，我打开了吗？刚对，哎，那就之前都没有，没有，真有假合适。你走路有点声，你真的是，你自己太专注了，太吓人了，我天！学习一下综艺前面的经验，看了看回放，没人啊，没人啊，没人。它真有空盒子，是吗？就是空的呗，那就石子一共就几个，嗯，一共十个嘛，说是，咱四个加起来一个都没有，我不信。我是个个在装，我是没有，我是真没有。再去找找，不是手上没东西，不踏实。